19日晚，泰国佛像电影公司在暹罗百丽宫五楼电影厅举行 Divergent 泰国媒体首映式。活动现场已经被影迷们所占据，在动感十足的电子音乐、蓝色背景和绚丽的灯光下，泰国女模特兼演员努尼拉拉扮演谢琳伍德雷在电影中的角色出场。性感的打扮和老练的 pose 无不吸引众人的眼光，同时也展示了她的走秀本领，让场下的影迷们激动不已。主办方邀请了大批影迷参与互动，并有现场抽奖环节，由努尼拉拉在游戏中抽出幸运观众并获得化妆礼品。她在接受访问时说，近几年的电影里频繁以女性为主角的剧情实在是很特别，说明女性角色可以尝试更多更新的设定与挑战。相比之下，电影 Divergent 在泰国首映比美国提前一天，所以马上赶回来观看，自己很喜欢电影里的角色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参与类似电影的拍摄中去。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。